打翻场羽毛球应该可以揿得住你把欲火嘅。不过记住唔好搵我做 partner， 我咁索只会火上加油，你搵佢就差唔多。冲冻水凉揿唔到你把欲火噶，要好似我咁 bucket challenge 冰桶挑战先至会有机会揿识噶。一、二、三，咁睇冚头埋墙实际啲。十三四岁思春期，对性开放吓死你，唔同你讲礼义廉，两情相悦冇拖欠，叫佢哋写承诺书，保住婚前嗰隻猪。咪以为写完会守，食咗先讲点追究，欲火上升点去救，可以打场羽毛球，一升即刻去 book 场，远水近火低智商，浓情蜜意冲上床，急不及待似虎狼。牧师话冲冻水凉，淋熄欲火你就想。从来讲性有避忌，社会进步好难理。佢哋仲系细佬哥，搞大个肚点收科 ？I Cantonese 爱广东话，粤语保育及传承。如果觉得内容啱睇嘅 ，subscribe。